二月五号，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决赛在首都体育馆举行。由曲春雨、范可新、张雨婷、武大靖、任子威组成的中国队以两分三十七秒三四八的成绩夺得金牌，这也是中国队的北京冬奥会首金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嗯、在比赛中啊，完成关键超越的女子选手曲春雨、嗯、家就住在大连市金浦新区，是大连女孩。 比赛当晚，屈春雨全家守候在电视机前，见证了夺金的燃情时刻。他们得到第一的时候，大家非常高兴，都站起来又蹦又跳的，呼喊声一片，都呃邻居都吵到了。<laughs> 那一刻的心里那个感动说不出来是，是真说不好那个心情，就是特别激动。他站在领奖台上，为他们骄傲，嗯、为他们激动。 这也是我姑娘第一次拿冬奥会上的奖牌。屈春雨出生于黑龙江省北安市，今年二十六岁。屈春雨的妈妈于淑艳告诉记者，屈春雨从小就爱跑爱跳，身体素质比同龄女孩都好。二零零三年，屈春雨进入黑河市体校，开始接受专业速滑训练，随后进入了黑龙江省集训队和国家青年队。 并先后在全国短道速滑联赛、世锦赛、世界杯等重大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。二零零九年，曲春雨全家从黑龙江搬到了大连市的金普新区，之后在这里落户。曲春雨每年只有冬季封闭训练,练结束后才能回家待上几天。每次回家，曲春雨都会给父母带回几块新获得的奖牌。于淑燕把他们都挂在了墙上。 我没啥事就都给它挂在墙上。我想我女儿了，我就过这屋看看奖牌。嗯，我希望我姑我女儿这次奥运会回来，再给这面墙上多整几块奖牌。冬奥会期间，屈春雨还将参加其他项目的角逐，家人们将一如既往的守候在电视机前。春春雨，春雨，多第一，加油加油！